先去抽个配方。自从配方可以随身抽，小帕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兄弟们，我要出门了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到副本里面了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见到 boss 了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 boss 打完了，准备开绿箱子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从副本里出来了，打了43的输出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我要上飞机了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我要开车去镇上喝茶了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茶喝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家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我下飞机啦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配方还能抽最后一次，先去抽个配方。兄弟们，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先去抽个配方。